这瓜又新鲜又崩脆，一拍声音就知道。别过你看，响当当，响当当，叮当叮当响。那边又乌云密布了，马上大雨就要来了。那边就是一大片白云，这不是同一片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。我妈说德地阿姨家的西瓜熟了，今天早上德地阿姨还去街上，我不是去街上，是去上面的山村里面卖了三担。今年好像德地阿姨家种的西瓜还蛮多的，我自己卖的西瓜，就那个最后剩那几个嘛，然后好像时间久了有点淡。我外婆刚好在家，这天气热的，好像身体又有点不舒服，来摘几个西瓜，来德地阿姨家买几个西瓜，今晚上给我外婆送过去。这热天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，我舅舅好像今天也没种。大姐娘娘，坐。好了，来做饭。大姐娘娘。听到德地阿姨的声音了，大姐娘娘。这当你弟弟抓西瓜就走。好。我买几条西瓜。好，你家。德地阿姨唱的。又时髦又年轻，走，摘西瓜去。摘西瓜去。电闪雷鸣了，现在赶紧去摘西瓜了，不然等一下下雨了。出发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要买西瓜的就到我田里来买。要买西瓜，对呀，一家看过来走过来啊。一路有感谢啊，好甜好甜的西瓜，自己种的，没有打农药。我家一家这西瓜。今年雨。哎呀。今年雨天气不对。这个应该是七八斤一个，这地里面都是，这西瓜可以哦，七八斤。青梅瓜嘞，这个可以，我就不摘了，让叔叔来摘。他有看到红的，啊，挑到来了。我有五家，这瓜又新鲜又崩脆，一拍声音就知道。别个都到别个先包掉那个五斤鸡，要你逮个了，要逮个几几斤，逮个半斤。可以，你要来两个家可以。啊，我舅舅家今天没种，多送两个吧。送两个。送两个，过奖你，过奖我杀死你。不得了，哪个用的大气是吧？公花。刘弟阿姨看西瓜没有叔叔在行，叔叔还是在行一点。我看过你的账了，过奖不按转的你，你老娃是个好多来的，八百钱的，过奖你。刘弟阿姨。看一下哈。每年反正那个西瓜一开，基本上都不是很红。红了。我有下雨的嘞。你看，对对，刮你看，响当当，响当当，叮当叮当响。如果是去年的话，应该都卖完的哈，大弟兄是吧？本来如果是去年的话，都已经卖完了。今年雨水太多了，搞到现在还有些没熟。今天晚上，连夜给我外婆送过去。我舅舅在外面做事，他也要晚上才能回家。好热呀，天气好闷热，没有风，温度又高，三十多度的气温。哎，管家，你奶奶你放个冰凉嘛。你不就弄到放了？在水里，就是管家水里的，管家放了。你看老外。抓西瓜也抓过蛋子啊？啊，蛋呀。把包蛋子都给弄上放了。哦，有的也抓到一次了。这农民二十多年、三十多年白当了，这西瓜不知道在哪里。又下又甜，鼻子又拉薄，可是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吉林瓜。走，回去赶紧切一个。好，切一个来。德地阿姨家每年反正买西瓜都会先切一个，反正德地阿姨家这么多西瓜啊，邵东境内有要吃西瓜的，可以开四个门子过来，德地阿姨家现摘现拿。这个是德地阿姨家的西瓜王，刚刚叔叔说的，这个估计有十五六斤吧，这个估计还没熟。这个还不能动，一动就不行。那个还没熟。今年的西。我记得德地阿姨家去年的最大的西瓜有二十多斤，今年就十几斤。我们这里一亩多田，像去年，像天气好的话，像去年那样要抓个三四千斤，今年才一千多斤西瓜，亏死了。哇，今年西瓜好不中正啊！这一担西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，大概六七十斤，现在挑回去了。吃一块尝一下。看一下哈，看这个。先清先清，切个笋我个，不能每年都笋一个。这得的阿姨。我要送一个西瓜，大家吃。这每年买西瓜都要送一个给我吃。切，拿笋刀啊。从这里切。好，切。看红不红？
肯定红的。可以。这么红还不红？那就这个皮厚了的。皮厚那一天没收个糖，九斤八斤。一年我们这的本地西瓜基本上皮都偏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来尝一下。他在哪？嗯。好。又沙又甜，是真的又沙又甜。哎呀，我也吃了。10斤9两的，我这西瓜9斤。到得5斤了。9斤8两，给他西瓜叫你跑斤。这个西瓜皮厚啊，我们这边本地西瓜是这样子，就是可能第一遍了啊，第一遍的这个皮厚一点，第二遍皮薄一点。但这个西瓜是不是大棚的？这个是太阳晒出来的，太阳晒出来的没打药的。但是再晒个一天，再晒个一天两天就没这张皮了，就皮很薄很薄的。嗯，点点这边。滚过来，滚过来，你可以别摸出来了。是您。还有吧，还有吧。哎。妈的。三。哎，滚滚天好野。嗯。17斤，他不哈，17斤。我原来的油嘛。我买10斤不了，我买10斤两不两他。那个油，你是上当了。我生活家庭我也不来。我自己买西瓜，结果到头来我又要买西瓜送给我外婆。这个我估计朋友们又说我。但是我之前我西瓜我是，最后本来剩了100多斤嘛，然后我想着给外婆送几个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得地阿姨她。叫他们的西瓜熟了，结果被我爸一次性打包给对面那些工友了。那西瓜算好几，瓜他的地青年了的。那我就一洗把钱得得钱呀。好。俺的西瓜，俺的西瓜又跑进。哎呀，孙，俺的每年要孙你管嘛？洗洗机，洗洗，5块钱5块钱。你要早的，俺的西瓜水洗5块钱了。你莫做的工作。哎，那8块，那8块，那8块，两个，还得5块，那8块，这5块，8块，还有9、8块钱，这不，我也要买点打个油嘛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有米，这我每次他帮我买西瓜，都是给我挑，是吧？感谢阿姨个劳力。他帮我买，意思呢？但我呢想收人家西瓜的，他就得收个钱的。有番茄大子熊，嗯，可以吗？番茄大子还有嘞，番茄还有嘞。我今天有帮你买嘞。嗯。好。嗯。好。那这回是我也没都可以。嗯。其他给你们买。番茄你，番茄你，番茄番茄自己自家种西瓜，绿西瓜种，番茄还可以慢慢。哪个位嘛？今年你应该注意嘛。猪阿姨啊，阿大人，你又帮我管一下哈。嗯，把日料买一批了。啊，你两个我一起哈。嗯。这西瓜好漂亮。刘弟阿姨也说我不会做生意，说我老是把钱送出去了，这该送的要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拿3个2个小的，1个大的。嗯。称一下吧。今天是很好的。现在要给我外婆送过去了。我回奶奶没做生意。果子生西的你慢慢贵。我没有生，你要买你要回去洗。你给那女长得好啊！你在外婆年纪轻，你收拾东西就得有了，家务刚我来扫你。嗯哟，你在去放屋里头嘞，放屋里你就走了，老人家多大功啊嘞？哦，朋友们说是不是？这老人家不要你给他放房子里面，你就走嘛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会当女人。这要下雨了，终于凉快一点了。朋友们想知道湖南现在气温有多高，看见我脸上的汗就知道了。这才一会儿，汗如雨下。等一下就去给我外婆送西瓜去了，老人家，哎，反正以前我小时候没有零食吃了，想吃零食就去我外婆家了，所以长大了该我们给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